大家原地休息一下。这杀千刀的都追了一整天了。我记得前面有条道，可以到北大营，但不太好走，得绕好多路呢。有追兵！大家快起来，先撤！你带路，跟我走。 这是长州敌军，后背吧？可他们去的也不是长州方向啊！不对，他们不是要袭长州，他们是要绕袭北大营。这不是后背，这才是主力。我们快回去报告！ 快跟上！ 你只有一天，殿帅，放了他。殿下，臣要轻创伤口了，请殿下忍一忍，会有些疼痛。怎么会搞成这样呢？殿下就一直。 没说话，是。请殿下再忍一忍。殿下。殿下，太医，请先回吧。殿下要找什么？让小人来吧。殿下找什么？让小人来。殿下，殿下这是。
天命如此，殿下现在这么做，还能有什么好处？臣是个武夫，不懂得规劝之语，可大丈夫处事，要忍得一时之痛。 臣知道，殿下这么做其实不是为了这个女人。我就是为了她，告诉她，告诉全天下，她是我的人。 我们就进去送个衣服。殿帅，你是？小人是东府的工人，想给殿下送两件干净衣裳。殿帅，殿下一天要换好几次衣服的。算了吧。殿帅，让小人进去看他一眼吧。 让小人就看一眼，你就算送进去，他也穿不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走吧。说好了，悄悄的出来，快走吧。殿下，大白怎么了？殿下，快走吧，快走，快走。 请殿下放心，小人有自知之明，还是很疼吗？他。
他们说的都不对。很疼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可以不用忍耐的。怎么办呢？请殿下恕罪，小人说的是小人自己。陛下，这相濡以沫，这是家事。相忘于江湖，才是幸事。
善捕鱼群，集结倒悬，竟封烟。武德侯，神威大功啊！你自使过誉啊！这是承圣天子庇佑，某但求无罪，岂敢居尺寸之功啊！哎，前寇佯为攻城，实欲取我大营，幸得武德侯探破，反而取道其后，坚其主力。也多得杨都虞按兵不动，不但压敌不进，并取加攻之力。不愧为武德侯的好学生啊！李自使后裔之子，某会如实转告。只是他性情耿介，冲撞李自使之事，某代他谢罪。都是为国尽忠，些小误会，赔罪之说从何说起啊？本次战捷，斩首四千，俘获敌酋，只将官逾百啊！只可惜围剿数日，还是让将首给跑了。已是奇功了。明安已据实据本，向朝廷报捷了。宋徽京不是也要杀？费这么多事干什么？你懂什么？总得上上下下验个货不是？啊，近日的底报已放入武德侯帐中，武德侯得空还是看一下吧。中宫已封，想必典礼也举行过了。武德侯这时，这是喜事，某会据本致贺的。此事于此节，于天子，都是家国双喜啊。将士，我爹呢？我要见他。带走。将士，将士。乱动！先是殿下捏着的，那也是你这个手先动，然后我这就动了。都试了那么多次了，真的行吗？怎么不成啊？这是冯恩教我的。哎，好烦呐！还要去把那个笸箩给支起来。那就去啊！我不想动啊。要是现在有人在这就好了。殿下，小人又回来了。这回传陛下言旨，如果这位不交出去的话，殿下是不能出去的。罪臣不是不想交，常侍，你看，这个借口殿下还要用多久啊？这不是借口，你要不信的话，常侍自己来试试。来，殿下，这回你让小人怎么回复啊？陈常侍就上报，说罪臣绝非抗旨，现在确实诚心诚意在此自省，请圣天子明察。你看这样行吗？行，我看行。哎哎哎哎哎哎！陈邦，帮忙把那个支起来吧。哎，
对，你把那个脚支起来，左边那个。对，好。去吧。下一步不叫你点好的。这么大年纪了，还耍小孩子脾气。是啊，生气了，怎么办？不想动。你去。去啊。殿下，这是他，是我的人。告诉他，告诉全天下，他是我的人。我在，谁都别想伤害他。太子奉种祀，社稷之滋盛，以朝夕是君善者也，故曰种子。君行则守，有守则从。殿下，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朝夕侍奉国君，照顾国君的膳食，所谓侍膳问安。夫为人子者，惧不孝，不惧不德。君子曰：善处父子之间矣。我知道，这个故事以前，我的。
画可以画。虽然这是圣旨，但臣明白，臣会上报。快起来。殿下请留步。殿下请留步，臣告退。哎，你还要怎么？殿下，你怎么？臣只是刚好路过。已经有圣恩浩荡，臣去漳州做通判了。是从七，正八品。几时动身？就是今天。殿下，臣告辞了。臣者，非廉洁礼，亦非正直臣。无弊于家国，却有罪迁于尊者。如臣者，诚非君子，实乃小人。可这个结果，臣却依然有所不甘。卢尚书从前跟臣说过，君子不能以君子的方式死去，是君子之憾。臣现在才明白，小人未能以小人的罪名接受惩罚，同样也是小人之憾。臣且如此，殿下心情，臣不忍一想。殿下之恩，臣此生或已不能回报。这个遗憾，非管小人君子，只是凡人私欲私情。所以，就算微臣一己之死，也请殿下千万要振奋，勿使臣于瘴疠之地、万里之遥，抱憾中天。啊，反正他也看见了，要不我教你写字，你来替我写床歌，怎么样？